北韩官方媒体报道说，北韩领导人金正日星期六在平壤设宴招待中国新任驻北韩大使。北韩官方的朝中社星期六说，出席宴会的还有北韩高层军事和党务官员。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，中国使馆官员和正在北韩访问的中国天津女子排球队也出席了宴会。有媒体猜测，金正日不久将应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邀请访问中国。